金融揭秘。月開始咧，而家係考慮緊，只係一個問題，係加50% or 100% 嘅 ，OK， 係咁噶啦 ，OK， 唔係咩啊？热炒盘房，金股汇有价值就有得炒，最快最准最有价值的投资咧，尽在热炒盘房。立即找陈小姐 WhatsApp 6056-9992，搏击会同埋金融揭秘的会员咧，仲有优惠添啊！你哋好，嗱，个市场咧，其实真系系有。變咗一個模式，一個活動嘅模式。咁大家都見到由上個星期五嗰日係四月底，兼夾係呢一個週末，仲係好多地方嘅長假期。咁大家見到嗰日嘅这個美國長債的債息是升的，那也都拖起了那個美匯指數，那也都見到那個最重要美匯指數其中的一對貨幣就是歐羅對美金，那歐羅對美金它是可以，它的活動是可以導致到整個美匯指數的升跌的最大原因嚟，就唔係咩經濟數據，唔係呢樣，唔係嗰樣，而係歐羅對美元呢一個匯價嘅上落，只要係多過100点，甚至乎50点，都影響到呢個美匯指數嘅上落非常之巨大嘅。咁所以大家見到。在星期四，上個星期四，歐羅對美金升到上去，將近升破呢個1.2200嘅，係1.2189嘅，去到嗰度就止步嘅。咁當時咧個美匯指數咧，亦都係跌到落嚟咧，係90.60-70嘅啫，係差唔多係近。月以來最低的了 ，OK？ 咁禮拜五嗰日嘅收市，美匯指數係上翻曬，因為咧歐羅嘣一聲就個市場嘅評論就係話，佢破唔到1.22啦，所以就向下走啦，亦都冇咩經濟數據喎，冇咩特別嘅嘢喎。咁啊，玩來玩去，似乎咧有人或者有當局係用嗰個歐羅對美金呢一對貨幣，因為喺嗰個美匯指數上邊個比重係57.几%咁高嘅，超過一半嘅，所以個影響力係非常之大。